哎呀，这就是进来了。晚上好呀，你好。好吧，我今天，嗨嗨，我今天就是直接穿了短袖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你就不说了 ，OK？ 晚上好呀。晚上好，我要这样也好可爱，真的吗？可是丸子头没有扎好。欢迎，欢迎呀！今天主打一个高马尾，是的，我要搞的高马尾。就让它高一点，顶到天上去的高马尾。晚上好呀！哎呦，我要藏起来着。我要出现了。哦，我高了。那么，晚上好。哎呀，晚上好。这个被他夹上。好吧，我就是要在直播间弄发型，因为好像开晚了呢。我看看谁，雅文。就这样吧，今天是高马尾的，今天还是短袖呢。晚上好呀。好吧，其实今天的晚饭，公司点的晚饭跟昨天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不吃了，因为他们会。你会扎麻花辫吗？怎么翘起来一个？不吃面，西瓜。晚上吃西瓜。西瓜。对。好丑呀。欢迎，好的，欢迎你进入直播间。欢迎你进入直播间。那么，谢谢热心市民送的荧光棒，谢谢热心市民送的 BJ 荧光棒。好的，又再谢谢你，再次谢谢你送了一个荧光棒。谢谢霹雳火送的玫瑰花。谢谢你，谢谢小鼠饼饼送的秋天的奶茶。哎呦，谢谢你啊！没有人说话，那我就吃瓜了。说吧，你们最近吃了什么瓜？啊，不见了，没有打快，是的。今天就是日常一点。
因为要换风格，什么叫换风格了？只是不可爱了呗，没有扎好，所以它翘了。晚上好，可爱。其实我还有番茄，好吧，我等会儿会换了这个高马尾的，谢谢。爱燕燕燕送的玫瑰花呀，谢谢你送的玫瑰花呀。你们吃番茄吗？谢谢猫跑送的玫瑰花。给你。我替你们吃，笑死！晚上好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直播间，还有，欢迎。谢谢乌龟送的花哈，不行，我不要高马尾了。那我明天来一个腹黑，我明天要腹黑。好了，我看见了一个聂雨锦的老公进入直播间，啊，不是，老公。散着，散着，这是在展示。嗨，好吧，高马尾确实会有点显的脸圆。那我就要去排练了，什么？排待会儿要排助演。好我觉得吧，我答应你了，说今天晚上跟你连没麦。有。其实我只是害怕尴尬，我就想着你陪着我一起连。我真是，你要吃西瓜吗？你要来我房间吃西瓜吗？我待会去吃一口，我待会去蹭一口。好，等会儿你出现在我的直播间。呵，我不露脸。我以为你多爱我，然后你就是找我那么多次，你说想跟我连麦，你就是不知。哎呦，我让甚你。至为了你重开一遍耶，我为了你重开的。你开的好早呀，你5点钟就开了。对，我这不是今天出去拍东西嘛，拍东西回来就快开了。这就是2楼和3楼异地恋嘛，这是我们是母女。你房间人多吗？我房间就是小高和捏捏嘛，不但是小高不发是，烧了。你房间的粉丝，你直播间的粉丝多吗？啊，粉丝不多。那就全都来我的直播间。他们说让我抢粉丝，真都好，来我的直播间。我一共就这么点了，你再抢那，早知道不播，早知道都不来播我了，不的跟直你播连间，了，我要扎第一马尾。加低马尾，对你加低马尾可爱一点，大家都来我的直播间吧，装装要下了，都过来吧。不，气他死等我了。会儿会出现在我的直播间，所以你们都过来。我等会儿要出现在练习室啦。OK，我可能等我，你给我留几块，等我排练完我去吃。行，我给你留一些。你给我留2-3块就好了。回来了。OK，那你去，快对，去吧，快去排就练陪吧。伴练助演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
我就是特意来履行我的约定，拜拜。结果你居然不是因为爱我，我就是因为爱你，我太爱你了。不信你这个女人，我太爱你了，你这样子让我瞬间知道该怎么说话了。行吧，那我走了，拜拜，你好好播吧。哎呦，好吧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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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拜拜，都来我的直播间。哦，我得先结束连麦，哎呀。走了。什么？悬崖勒马？哎呀，真的来了！是的，他等会会出现在我的房间，他会跟我一起播，所以大家都过来吧。都来了呀！晚上好呀！等我先扎一个合适的发型，想吃西瓜。对，双人直播，你的老公怎么不在了呢？为什么叫？因为身高就在那。谢谢夏岛有志送的巧克力。换什么发型呢？思考一下。地雷系，地雷系的话，就得下个月。下个月地雷系，那就还是高马尾吧。量产，量产跟地雷在下个月出现。其实我感觉量产，我的地雷其实也有点量产，我觉得。如果我要穿的话，我会穿着地雷系出现在剧场。哼，谢谢觉醒者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你。学姐，好吧，舒服吗？不见了。明天，变异了，哎呦，什么呀？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，让我把头发扎好，我就要开始吃我的东西了。还是高马尾吧。谢谢猫跑送的玫瑰花。眼镜框，可是我没有眼镜框，我没有黑色的那种。我觉得你是变态控。谢谢怪兽送的荧光棒，谢谢你。为什么？我这个滤镜，其实我都没有调滤镜，你看看，就是会不会是因为我这边会背光的原因呢？所以我的妆就是很磨皮，看得我都没有美颜。把磨皮看看，这是没有磨皮的样子。磨没了，是的，光有点暗。哎呀，乐乐子，你来了。有夏天的感觉了吗？
首次进入直播间。那好的，那欢迎你。为什么总会跳出来一个？多边轮流观察模式。哦，视察，好的。给他留，你们说给他留几块呢？好的，我帮你吃一口。哎呦，就是，因为今天公司点的跟昨天是一样的。欢迎大家进入我的房间。嗯，哦，你们好坏呀！我要截屏告诉他，你们说不用给他留，吃饭钱吗？菠萝加乌梅也好吃。嗯，好的，你好活跃呀。哎呦，不减，我已经瘦了。我刷下吧。晚上好呀，小雪你来了，晚上好。哎呦，谢谢月十卷云层送的蹦迪。好吧，其实我过了80，但是呢，我很快就会7开头了，所以呢。我再努力一下，但是呢，可是为什么我感觉我7开头的话，我的肉也还是很多？为什么呢？哎呀，睡裤都出来了。你要大家跟我说晚安。那好吧，晚安。晚安。安，我要跟大家说晚安了，各位再见，拜拜，下播了，下播了，哎呦，不走。既然你们这么挽留我的话，那我就不走吧。其实我今天一直就是翻牌翻到差不多4点多的时候，我说我快翻完了，然后呢，你们就来捣乱，然后呢，我就没继续翻下去了。
就去干我自己的事情了。那你们猜我干了什么？你们猜我干了什么呢？不是，现在应该还有几个没发，还有视频的。欢迎大家进来，欢迎！我今天去看了你们，就是之前翻牌给我推荐的那个，就是 Love Life 是这么读吧？我下午在看那个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是的，我看。我真的，他为什么就是我第一次看日漫，我看的我才看了几集，我就哭了，我天哪！他确实很，就是比热血番还热血，可能是因为有代入感吧。是的。他前两集看前两集的时候我在笑，因为他这个地方好搞笑，你们还记得这个画面吗？然后后面几集我就开始好感动呀，好热血，就是然后我就流眼泪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带入粉丝的角色，那么我就是带入小偶像的角色。超级超级无敌有代入感。好的，我看见了，挖一下进来了。欢迎大家。是的，把你插出去。哎呀，今天发型不好看，好烦呀。我觉得那就让我们谢谢猫跑送的巧克力，谢谢雪琪是吗？送的荧光棒呀，现场重新编一个发型。我觉得我还是要双马尾，双马尾永远的神。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双马尾是不是永远的神呢？欢迎进入房间。哎呦，我头发好多耶！哎呀，半大不小，不行，因为还没有好看的发型，还没有找到好看的。
还要吃吗？你要吃吗？哎，最后都大家都会掉光的。最后，谁也逃脱不了掉发的命运。披发，好的，我好温柔呀，今天。哎呦，加上，谢谢，挖一下送的巧克力。应该是没有的。谢谢霹雳火送的巧克力，谢谢霹雳火送的巧克力呀。什么？算了，那么我代替你吃一口它，我代替你吃一口。没有，谢谢木婉送的玫瑰花。好的，我看完就去看这个。谢谢勾具送的花海。哎呦，谢谢龙腾星河送的巧克力。谢，哎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谢谢看作月亮送的荧光棒。好的，你来了。好的，你好呀，晚上好。板扎不扎？谢谢小青柠送的秋天的奶茶。好吧，你走了，你来了，你走了。我刚才就是皮，不会，因为我感觉我在每天都洗头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脱发。谢谢猫跑送的荧光棒，谢谢勾具送的荧光棒，是吧？哎呦。那跟什么有关系？哈喽哈喽，这样批发吧。谢谢元气满满大饼干送的秋天的奶茶。什么呀？晚上好呀。谢谢乐乐子送的玫瑰花。我在尝试什么发型是最好看的，然后呢我就不会换了，但是呢目前还没有找到，不好看。什么呀？谢谢勾具送的48个
荧光棒，所以，然后，不、哦、好单调呀。我感觉我一直都是黑长直。我什么时候来个大波浪？那你告诉我什么好消息？表白了，那你表白成功了吗？你成功了吗？成功了呀！羡慕的，好的呢。那就这样了。祝福，我祝福你，有个小铃铛。哎呦，我觉得他是想来炫耀的，他是想来炫耀的。晚上好呀，什么？祝福大家早日脱单。你们想脱单吗？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想脱单吗？嗯，不想。哎呦，那就祝你早日脱单。你看，就喜欢了好久，你可不可以别太炫耀了？被你女朋友看见，她不会吃醋吧？被她看见，她不会吃醋吧？哎呦，好的，单身两件事，真的吗？你是有觉悟的，就是应该这样。没呢，我是不是应该涂一下？其实我已经握在手里了。
好特殊，光线问题，光线的问题。光线的问题。会不会我出来之后它就是红色的了呢？会不会是因为我这边背光呢？不行，我照涂一下。那就是我中毒了。哎呦，悄悄告诉你吧，我开了大眼特效。红了吧？是的，不准犹豫。过来过来，不准犹豫。这是他也同意我发，哎呦我真服了。我不信他同意的话，但是他如果真的知道他就会吃醋的。我不吃他。哼哼，挖一下，你好嫉妒他呀？你怎么？那就把它插出去，你们集体插出去。是的，你引起众怒了。哎呦，晚上好呀。什么？那你们把它插出去。把他说的这些话发给他的女朋友。这样呢，他的女朋友都教会。生气了，然后呢，你们的计谋就得逞了。嗯，月光不要我了，什么呀？我不能吃我的口红，我知道了。就是会不会是因为他没有籽？你们看一眼，他没有籽。梦中情瓜就是这样的，梦中情瓜就是没有籽的。哎呦，谢谢你呀。
不会这种咀嚼的声音很响吧？晚上好呀。晚上好，铃铛有点响。谢谢 BIOTO， 我就念谢谢你送的玫瑰花。谢谢你送的玫瑰花。那我少动一点。周六有店员吗？谢谢海霜送的荧光棒，谢谢你送的荧光棒呀。这周六有。讲的话就让我们来听一下那个歌吧。谁在线？哦，是吗？欢迎鲨鱼，欢迎鲨鱼，双麻花，谢谢挖一下送的玫瑰花，你们现在能听清耶？谢谢你送的巧克力啊，谢谢鲨鱼送的巧克力。是的，我今天看了。谢谢框框蜜柑送的荧光海，谢谢你送的荧光海。我没有念错的。不行，不可以这么说。好的，就是这样子念的。好的。晚上好呀，你这个小奇女，但我其实已经变。你这个坏人，你出现在所有人的房间，你出现在所有人的房间。谢谢手摇奶茶加速溶咖啡送的巧克力。谢谢挖一下送的玫瑰花。哎呦，谢谢
谢谢 QQQQQ， 谢谢你泡的秋天的奶茶。我被你们毒哑了。听一首，你出去。谢谢雨轩送的巧克力。什么时候靠？什么时候呢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因为你好讨厌。就是我感觉这个发型好百搭呀，就是怎么样都可以。出去，我要禁言你。愿成为你的骑士，你这个 ID 你要成为谁的骑士？让我看看，骑士你好，骑士再见，你出去挖一下，你出去。我在尝试各种发型，然后呢，我的头发就掉了。欢迎大骑士进入我的直播间，我没有酒窝烟。谢谢大骑士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讨厌的挖一下送的玫瑰花。对对对，好吧，讨厌的挖一下出去。谢谢你送的玫瑰花，
啦啦啦，加你那加你那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哦，那你叛逆吧，谢谢小叶子送的巧克力呀、啊。谢谢霹雳火送的玫瑰花，谢谢。是的，很熟悉的歌，你猜是什么歌？谢谢你送的，谢谢讨厌的歪一下送的巧克力，谢谢你送的巧，谢谢歪一下送的巧克力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请你吃个西瓜吧。晚上好，哎呦，不吃，别人想吃，你爱吃不吃？哎呦，被你发现了呢！啊，是，真的吗？真的每天都好好看吗？那你明天也记得来呀？知不知道我明天要干什么？我明天，明天该干嘛呢？好像不用，好像不用。为什么你们说话，你们的弹幕会有气泡？气泡就是你们的是。蓝色的，好吧。跳舞，好吧。跳什么舞呢？我知道跳这个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我知道我们要干嘛，变得有点太傲，都是你。看看我脸，对你要的喜欢，下次微博明天，明天吧。你们猜我明天会穿什么呢？
你们猜我明天会吃什么？嗯，爱猜不猜跳绳呀？不排斥。明天穿什么呢？我没买。嗯，好吧，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开心的事，开心的事就是拿到了口袋。谢谢 HTT 送的巧克力，谢谢你送的巧克力。今天我要11点，我就要播到11点。你没有看我的。他不来了，什么小银钱呗？真的吗？哎呦，我看见你飘过去了，你飘过去了，你又来看我了呀，钱呗。你走了吗？
哎呦，哦。嗯，什么？他已经拉过门了。是的，他已经拉过门了。就看着你们聊天。你们听过这首歌吗？我要10:30下播。因为谢谢卡宝卡小朋友送的秋天的奶茶，听一首，听一首可以让你们痛的歌。是的，想让你们痛的歌。什么？真的吗？你们会吗？不准说出来。什么呢？可是最近没有在看。跟我聊这个动漫吗？
这么明显。我知道，我觉得你们以后直接翻牌过来跟我聊天。我可以去找马新宇连吗？他在干嘛呢？那我也跟你们聊天，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吗？哇，我喜欢画画。我感觉你真的在很努力的跟我聊天了，猫跑，猫跑。今天好像就翻了牌，然后追了翻，然后我就来直播了。谢谢 LEVUEAL 送的巧克力，谢谢送。好的，我现在也是紧张版，我也是，我要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社恐版。谢谢 SVD 送的巧克力，哎呦你来啦。我去过最远的地方，就是从我的家到北京。还要倒计时5分钟，不行，我下了你们就去看别人了是吗？什么？翻牌就把口袋卸了。我猜你可能会去看别人。谢谢阿哲送的荧光棒呀。好的，我知道你不会看别人。哎呦，我不喜欢出去玩。我好像来了北京之后，我唯一一次出门之后，懂吧？就是被惩罚了。我来了北京之后，第一次出去玩，然后被惩罚了。我要之后再也不出去玩了。突然想到，就是好像之前北京，作为南方人的我来北京
然后呢之后好像前几个月外面一直在飘柳絮，然后没见过，我以为空气里在飘棉花，我以为北京怎么在飘棉花呀，然后就被人科普了，这是柳絮。北京是最远的。哎呦，我没有柳絮过敏，好像它特别严重的时候，怎么又打这首了？它怎么随机播放呀？好的，那就听这首歌吧。飘柳絮。然后现在呢，又是因为太热了，然后又更加不想出门了。我走了，你们不要打嗝。我走了。你们会去看别人吗？你们会去看谁呢？现在什么？宁宁。宁宁他都没有在直播，困了，那你先睡吧。真的吗？我下了，你们就不去看别人了吗？你们只看我吗？那你们发誓。哎呀，我真服了。你们发，我也觉得。不是你们的唯一。哎呦，我是这个号的唯一。你们，你们都有几个？再刷个啊，就睡觉了。确实应该睡觉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一天推一个。我不信，你们这些等级这么高的，我不信。八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循环呢？不要听这个了。七个号，你的等级好高呀！你的等级好高呢。会不会是因为装的原因呢？
加一点。讨厌，讨厌你！你们这群渣男渣女，你们谁都喜欢，我只是你们其中的一个，我要放伤不起了。晚安呀。为什么还有 DJ 版的伤不起？今晚只看我，那明晚呢？你们真的为什么不能只爱我一个呢？因为你们谁都喜欢。你们谁都喜欢。早说你们很忙，没空来看我直播。不行，别录了。你们这群又有点伤心，我相信他们，你们都是，我只是你们众多里面的一个。渣渣渣。不要录，今天不好看，不准录。今天不好看，不准。你为什么你的是黄色的呢？我是最用心的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？谢谢你这么用心的喜欢我。就是。天天看中了我，恩爱过好久。哎呦，我知道你。谢谢高巨兽的夜蝶呀。谢谢你送的夜蝶。伤。你们都是假的，假的。你们都是骗子，只有那你啊，你现在在哪呀？是的，你们都是假的，你看他才是。那是，哎呦，那其实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的。为什么会站那么远呢？是的，我要开始搞头发。为什么会在那么远？你们是的，你们都是假的。
喜欢我。你们四周美女有那么多，而我偏偏只是其中一个。这样，你们都是这样。发型没乱，他没乱。没啥好，你们。你们这么说，我要继续放，上不起了。然后循环这首歌，我不玩，才不的，我不。真的吗？那还不，为什么放这首歌呢？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边美女太多了，我只是众多人里面的一个。还有，难道痴情的我不够热火？为什么要扣问号？我已经开始循环了。你们现在这么说，然后呢？我下播了之后呢？你们就去别人的直播间说，我只有你了。小樱前辈唱了这首歌，他肯定也是因为你们身边美女太多了。喊吧去，你还敢这么说？是骗子！你们现在说完“主人晚上好”，然后呢，又去爬到别人的直播间说“主人我想你了”，你们就是这样。我只是，怎么是这样？我的小猫耳呢？我懂的，
我只是。我的发饰呢？还没有。我这是什么呢？我这是吃醋的，因为我不嫁不是唯一。好吧。暂停。讨厌。我知道了。你们总说你们很忙，然后没空来看我直播，然后呢，你们就去看别人的直播。就是你们跟我说了晚安，然后呢，结果出现了在了别的美女的直播间。可是，哼，你一直在吗？那我下播了之后呢？你回去干嘛？哎呦，是的，你们这群跟我签了契约的人，你们竟然还去看别人，你们是个不合格的守护者。不合格。什么？跟别人也签了？你还跟谁签了？你签的可真多呀！你守护的人也太多了吧？你想守护的人太多了，是我不配了。是的，我还在播，我在，我要开始开音，再找一首，我们来听三巨头的歌吧。怎么签？首先呢，如果你就是只关注我一个，我们听点什么呢？听坏女孩，我这个，你这个 ID 我应该叫你什么呢？但我知道你是谁，那我先谢谢你的花海吧。谢谢花小寨送的巧克力呀、啊！你好。好长的时间，还没有你的来电。不、哦，这首歌应该改做《坏男孩》。你们都是，你们是坏男孩和坏女孩们。黑色的眼线，你的指尖有一点欺骗，在谁的怀疑中会有感觉，被爱的闪电，我最想念，明明是为你才会改变，却回不到从前。你们好呀，
要是好人，要是坏人，难道是喜欢很多很多人的坏人？我要一半一半，这边播一会儿，这边再播一会儿。哎呦，我喜欢自己的感受，你单纯太过。换一首，你们想听什么？嗯哼，许嵩。迷人的笑脸吸引视线，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肩，眼神你的指尖，啊，什么？放空是什么？放空，大声，我知道了。多余的解释，你们现在说的话就是多余的解释，我不听。多余的解释，我们的感情出现一些问题。什么呀？那么骑士晚安吧。你说工作很忙，要加班到夜里。我的妹妹，妹妹说自己很有韵味。只是我的妹妹，你们总跟我说你们很忙，然后呢，你们就去看别人。猫跑。我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，可是我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。你面无表情的话语不是多少意义，就当我求求你给我一些。哎呀，灵魂提问，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？游戏重要。谢谢勾具送的48个荧光棒。只是我的妹妹，妹妹说自己很有韵味。哎呦，不会放。我的妹妹，可解释你无所谓。什么？真的吗？一边游戏一边看我直播。我们在听什么歌呢？来，放空是什么歌？是这个吗？那我们这首听完再来首李志面。刚才那个
这个啊哦，你好呀，晚上好。我玩的游戏，直播间应该可以说游戏的名字吧？可以说吗？那么，你们玩过《永劫无间》吗？你们玩过《永劫无间》吗？玩过吗？那么，这我就要炫耀一下了，我可是万商胡桃呀！我可是上过，我可是上过试月的呀！我可是万商胡桃呀！是的，这不得夸一下我，我靠死过胡桃，但是呢，我不给你们看，我不给你们看我靠死过胡桃，我靠死过胡桃的白丝，但是呢，我不给你们看。不给看。不看。我其实还穿过胡桃的那个春桃笑，但是呢，我不。你们都玩过吗？你们竟然都玩过？那么你们肯定没有我厉害。哎呦，可是我现在已经玩不了了，因为我来了这边。等，那你们猜猜，我除了胡桃，我还会玩什么？你们猜，除了胡桃，我还会玩什么呢？如果我说出来一个，你们肯定会很惊讶的。我其实会火男的颠勺哟，我会颠勺，我真的会颠勺。谢谢大猪猪送的巧克力，那等我下次直接演示给你看。为什么不信？可是我真的会颠。但是呢，游戏直播，就是那种上，然后 shift。然后还得，然后带上滑铲，然后就是要一直连着。晚上好呀，不能。游戏直播，我只是会颠机器人而已。因为我感觉女生会颠勺很酷呀，然后呢，我就去试了试。谢谢 SFHZD 送的荧光海，怎么？谢谢你呀。不，那我还真不玩这个。但
但是你们玩过就是一款恐怖游戏叫做暗房吗？暗室暗房。好吧，主机游戏，谢谢猫爬上的蹦迪。 Steam。 我玩恐怖游戏，谢谢 CTHHH 送的蹦迪。我喜欢玩恐怖游戏，玩蛋仔派对，蛋仔蛋仔。生化危机吗？我忘记我玩的是哪个版本的。是生化危机吗？是那个丧尸吗？我下过 Mordor， 我还下过奥比岛，但是我没有玩下去了。那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知道那个什么，就是最之前几个月很火的那个 Steam 就是版的，我的那个叫，我说不出来，等一下，我要说，我一定要说出来，你们肯定会去玩过，就是那个。为什么我一下子叫不出来名字了？哈利波特，魔法，你们有去下过这个游戏吗？它出来之后，你们有去下它吗？对，你们有下载它吗？你们有玩过吗？是的，他已经通关了呀。那么我推荐你们去玩一玩呢，因为就是里面建模建的真的很好。什么？哈利波特。晚上好呀，我的年纪好像是叫这个，反正学习魔法。为什么会不适合呢？怎么你一进来就夸我呢？比个心。好的，你们跟我签吗？晚上好呀。那么你们喜欢玩恐怖游戏吗？谢谢蒜泥送的巧克力，谢谢霹雳火送的玫瑰花。喜欢，那你会玩什么恐怖游戏呢？
我觉得做女生的不行，我得搜一下那个，就是算吧，他应该算吧。生化危机，我想看看。没有，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我看了《丧尸危机》了，《丧尸危机》我好像看了差不多，看了三部，就是那个《生化危机》，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，然后感觉。后面越来越有点小无聊了，然后就没看下去。是的。我觉得僵尸怎么能会害怕僵尸呢？其实我之前是害怕的，但是呢，有一次就是用那种 3D 眼镜，不是可以玩 3D 眼镜，不是可以玩那种恐怖的游戏嘛？然后就身临其境了，然后呢，就去玩了一款杀丧尸的游戏。杀僵尸的游戏。僵尸，是的，对呀。不过我觉得双人成行你们应该也都玩过，但是我还没有去玩过。你们玩过吗？双人成行？好吧。我也没玩过，我跟谁一个宿舍？你猜呀，你猜我跟谁一个宿舍？这个是个秘密，是个秘密。是的，秘密，我不说，就是秘密。是个秘密啊。你们真的没有玩过？你们真，那你们知道暗房吗？可是这个游戏之前很火呀。宁宁已经在隔离了，她在。去搜一下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有看见过吧。你笑脸，那你有碰见笑脸吗？你是的，你也生病了，只有我这个身体好的人还在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身体好。你们你们怎么样呢？身体好呀，身体好。你们的身体现在怎么样呢？我应该是北大的新人吧。
哎呀，只能说还活着。我的眼睛什么时候可以有这个番茄一样大呢？一款恐怖游戏。我要，你们觉得，让我看看我直播间的美颜啊，怎么变成这样？好吧，是我开无屏。你们知有不知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参数呢？快点告诉我。我看试试，那我现在可没有开瘦脸吧？没有开瘦脸，大眼三十八。好呀，你们是从哪听来的？那有什么好看的滤镜呢？我说的是口袋直播的滤镜。你也想吃西瓜？给你吃。那你们去。口渴。给你，我加了水了，我代替你喝吧。好的，我替你喝过了。眼睛画的真不错，干什么？2000毫升，谢谢 ICE 送的玫瑰花，谢谢猫跑送的秋天的奶茶。我又想玩横屏了。大家好呀，今天是我要开那个。我开了磨皮，你们看出来了吗？我知道，我要开始录 vlog 了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表演一个吃西瓜吧。为什么我感觉横屏更好看一点？就是横屏
不准看 B 站，看我。真的吗？我也感觉横屏我瘦了。这样看，横屏我离你们很远吗？哎呦，脸不圆了。那我竖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啊，把脸挡住直播，我要把脸挡住直播的。直播，因为我要当蒙面超人，你们说喜不喜欢我今天的这个装扮呢？应该不行，那看，那要不视频翻牌，要不还是等明天的装扮的时候再拍吧。口红，明天也播吗？明天，明天播吗？明天要那样播，来一个，就是，明天来个什么样的装扮吗？今天是我出道的第几天呀？你们说，颠不了了。我已经来到这边之后，就再也没玩过，因为没有电脑了。到底是。当当当当，颠勺，颠勺有手就行是吗？你是不是想说，颠勺不是有手就行？哎，你这个。男妈妈，你好，男妈妈，你好呀。
好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要不来听点音乐吧？不见了。你有几个女儿啊？你怎么喜欢那么多人啊？因为我穿的是睡裤啊，我不要给你们看我的睡裤。那我要我的脸尖尖的。哎呦，我的！我刚才是不是大眼特效了？我的大眼呢？哦不。盖上，我要挡着。突然想到昨天的那件裙子，昨天穿的那件洛丽塔，然后呢，其实裙子下面也套着睡裤。其实我也穿了睡裤。哎呦，不热呀，我要躲起来了。你们现在都在哪里看我呢？在洗碗。好持家呀。不要找点话题，你要跟我找一下话题吗？谢谢忧郁才不是鱿鱼送的秋天的奶茶。咱们还玩什么游戏吗？啊，王者荣耀啊，王者，哎呦，我会看吃播，我不是很会做饭呢。
王者荣耀。你们玩吗？你们？我会煮螺蛳粉。什么段位？就是新料的段位。玩什么英雄？那当然是妲己了。讨厌你！你妲己全皮，但是我已经很久没玩了。那我要不要直播玩个王者荣耀呢？我喜欢玩中路。我喜欢玩的辅助是庄周。大乔，庄周，我喜欢玩鱼。你们喜欢玩鱼吗？哎呦，那我玩。那我还玩小乔，我都玩他们两个的段位，我都到红了呢。为什么歧视？你们玩蔡文姬吗？你们喜欢蔡文姬吗？他现在是不是出了很多英雄啊？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玩了。为什么喜欢妲己就冲开？妲己明明那么厉害。那我其实我什么英雄都会玩。其实我打野也很强的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猜猜我打野会玩什么呢？我会玩什么打野呢？不，李白还是比较顺手的，但是不是他。我是不是你好烦呀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谢谢你要开去布瑞送的巧克力呀！直播打游戏。直播带你们玩闪耀暖暖，奇迹暖暖，好大哥。现在我已经很久没玩了。哎呦，你还玩过暖暖？那快你快去睡吧，晚安，晚安呀。谢谢勾具送的48个荧光棒，说完晚安。你们有玩过纸嫁衣吗？
时假夜不敢玩？为什么它不恐怖？它是一个由爱情改编的游戏。好的，谢谢酷剧送的48个必对荧光棒。是的呀，解密呢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这样子我该放伤不起了，可恶。那开始了。哎呀，怎么到了小圆了？像什么？谢谢乌龟送的一个荧光棒 ，H2 一个荧光棒 ，X， 谢谢你送了三个 X。好，哦，我知道这个意思了，懂了。好吧，原来你们。是，来个 DJ 吧。哎呀，星星棒，李志面，星星棒。为什么我搜不到呢？哎呦，酷狗！可是人家只有 QQ 音乐。好舒服。原来 QQ 音乐没版权了，难怪搜不到。刚才真真前辈还在窥屏吗？之后，下载多几个酷狗，它在 QQ 里面没有版权了。哎呦！我是假的，出去。哎呦，真真前辈，真的吗？为什么我这边？张宇阁的。真的没有，
好吧。为什么你能听见呢？为什么我搜不到它？你能看见吗？各位，我下了酷狗。我搜的就是这个。你们难道都能搜到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搜不到？我再试试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真，你搜到了？是他现在就是在酷狗里，智面章鱼哥。好吧，你应该看不见。为什么？我没打错字呀，好神奇啊。没有，凭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搜不到呢？我也没打错字啊。好的，那就听不了了。但是为什么会做不到呢？既然没有这个的话，那我先放一个别的吧，我再。为什么我连酷狗都搜不到？用什么？播放器。这是什么？
QQ 音乐，看哪个软件他们卖。就是 B 站和音乐。不玩乐。现在之前安卓的还有。不玩乐。为什么我这边可以没有更新它？左小哥。来了，谁呢？可变三连之歌，45。这个，好吧，那就最后再听几首歌吧。为什么？好吧，欢迎大家进入我的房间。谢谢啊，谢谢蓝瓜回头客送的荧光棒币，谢谢蓝瓜回头客送的荧光棒币，谢谢，好的，谢谢你送的 BJ， 谢谢你送的 BJ， 晚上好，但是我要走了，谢谢宇宙送的巧克力呀、啊。这首歌结束，我就走。
哎呦。晚安。晚安吧。好的，结束了，我要走了。好的，好了，我下了。拜拜。哎呦，晚安。Hello， 走了，拜拜。